协调会上住户这几天的怒火一次大爆发。人家房子抢下去，你讲那个人带公斤，大家办公室门口不打，谁理你不打啊？周日下午，基台建设派出总经理特助萧家阳和受灾户面对面，场面火爆。有住户说，受灾户间似乎还有建商的暗桩，他都会帮萧经理传话，然后甚至呢，不是有传出那个核建契约意向书吗？就在领50000块的同时，叫我们签这个核建契约意向书。不止鼓吹大家签核建同意书，住户还出示群组截图，说有住户要大家给基泰多点时间，还要大家先别签假扣押，基泰会释出最大善意。希望我们不要签那个假扣押的授权书给市政府，然后说什么基泰会给我们很大的诚意，这样那我们觉得很莫名其妙，觉得他的角色好奇怪。是住户，我们也是住户。协调会上，住户间先吵成一团。基泰提出的安置问题，以及补助3年租约怎么补助，永明代接受受灾户委托，听了整场会议下来，批评像是开空头支票。原本提的方案，住户不接受。先，如果你在这边，你都要把问题带回去的话，25户在这里，那是请你们更高层的来跟住户谈。建商与住户说明。会没有解决问题，只让受灾户带回更多问号。三立新闻，郭永松，邵子扬台报道。